净释迦牟尼佛，十五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故若颠佛于我受洗作誓言，如以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佛。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，若有人也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菩提，十五有法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世中无始无心，真皆是佛法。须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须菩提，譬如人身长大，须菩提言：世尊，如来说，人身长大即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须菩提，菩萨亦如是，若作誓言：我当灭度无量众生，即不名菩萨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无有法名为菩萨，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等生无受者。须菩提，菩萨作誓言：我当庄严佛土，是否？何以故？如来说：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须菩提，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真是菩萨。